时啊，21层。我突然理解了天津阿姨盘头的实用功能。滴答龙太难掌握这个，我把奖项让给其他人吧。那就我呀。关于激情这一块，我觉得没有人比得过我。你觉得你自己胜在哪？胜在年轻。妈，你儿子又得奖了。你儿子特别好，坚持为自己的青春燃一次，败了又能怎样呢？这么大的支持，年底了，我们也搞一个非你莫属形式的年会，犒劳犒劳大家。别，千万别这么说，越这么说越有坑。上次11的那个节目啊，就告诉我们去旅游，后面老多事儿了，这叫整个年会呀、啊，我们就得扒层皮。是坑，我们也要这么幸福的跳进去，是吗？哎，等会儿，你怎么做事了？你看，这8年了，好不容易就跨到这儿了。你一个东北人，你今天为啥？最具有东北民俗气质的服饰让我们雨欣给穿了呢，他们都得说他穿的好看。哎，这群众的意见我也拦不住，我本来上场之前我有件别的衣服，我说这谁的大话我套一下吧，结果就脱不下来了，他们都说哎呦你就别脱了，这么好看。我跟你讲，这件衣服它就是我的，谁穿都好看。大家先记住我穿的样子，我告诉你，叫你们看一看什么叫做帅。你看我穿完之后就老帅了，知道不？给我个音药，我给你走走世界名门。刚偷完地瓜子。你蹲着，你蹲着，你别站着，你蹲着，姿势得蹲，对，蹲到胸口。有碗没有？库尔特，哎，你妈喊你回家吃饭了。怎么来犒劳大家呢？今天我们的春节特别节目，您将看到非你莫属年终颁奖盛典。我们将会颁发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拥有奇思妙想的、也和各位企业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奖项。但是各位，很遗憾，10个企业家，我们的这个奖项是有限的。哦，还是我们要竞争上岗是吗？我们的这些奖项将首先公布2人1组的获提名嘉宾，但是这2个人当中只有1个能够最终获奖。那不是很残酷吗？哎，那他们俩之间啊，要想获奖的话，要进行有关天津民俗的技能 PK。 所有挑战的这个天津民俗技能，潘超都逐一的打过前站了。啊，你这家胜者才能拿到最终的大奖。接下来，非你莫属春节特别节目年度颁奖盛典将要颁发的
第一项年度大奖是，哇哇，哎呀，年度最佳造型奖。那我觉得我造型肯定是能够出票了，我觉得我这个是有人设打造的，我可不可以有一票？你除了自己给自己拉了一票，你也提前锁定了另一项大奖，年度脸皮最厚奖。然后我还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看陈一峰今天这个穿着，基本上他就被排除在外了。你们自动加一个对象。那么年度最佳造型奖提名人选是谁呢？接下来我们将揭晓非你莫属年度颁奖盛典之年度最佳造型大奖，提名人选请看大屏幕。非你莫属颁奖盛典，啊，出彩的感觉出来了，好帅啊，好帅啊！年度最佳造型奖，提名人选杨蓉。哎呀，温柔少女风格深入人心，青春多巴胺甜度爆表。哇，好美啊！每个男人心中的蓉儿。对，年度最佳造型奖提名人选李群，不断突破自我，酷飒的风格秀遍非你舞台，说话特别有手势，气场十足。哇，群里有这么多的衣服。完胜，完胜！让我们掌声有请最美的群姐和蓉儿走上舞台，祝贺二位获得我们本项大奖的提名。来，走，群姐。哇塞，真好看，好看，好看。好有那种感觉啊！对呀，塑料姐妹花马上要决裂。你们俩只能有一个人拿到最佳年度造型大奖。哎、啊，萍姐，你觉得有信心吗？蓉儿是表里如一，我是反差比较大，我觉得，这是我的特点。我觉得你瘦。啊，好，就这点就足够了。好嘞。哎，哎，你觉得你自己胜在哪儿？我觉得我就胜在年轻。太扎心了。年度脸皮最后奖，你跟赵小叶啊，你们俩并列提名。对，下一个可以他俩 PK 了。说了。再来，既然你们是最佳造型奖的提名人选，你们 PK 的项目会是什么？一起来看大屏幕。这次我们要选的这个项目呢，在天津非常的有名，是天津的阿姨们，也就是我们天津话说姐姐，每年过年都必须做的一件事情，同时也是今年时尚圈的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那就是大姨盘头。而今天呢，我还带来了一位我的小伙伴，希望跟他一起去体验一下著名的天津大姨盘头。蓉儿，你行吗？我没有盘过。哦，朱姐好。Hello，你好，您这忙着呢。啊，到那儿等一小会儿啊，马上就完事儿了啊。朱姐这个发量真足，漂亮！哎呀，咋说的呢？穿个带颜色的就是漂亮。一会儿给咱家人们来波福利啊！家人们等等啊，给这美女盘高的了。看看帅哥的毛衣，哎呦！你去看毛衣，你是看看帅哥了。看毛衣，你是看看帅哥的吧？太热闹了。您一开始是为什么契机？太有气氛了。啊，也没有嘛细细，有个美姐姐就说我，你朱姐你也会玩，你干嘛不发发作品呢？我就试着发了几条，还挺好，有几个小美女就过来了，小网红，哎，朱姐你干脆就开个直播呗，搁这儿支横个架子就开着玩呗，就开了，一看大伙还挺喜欢，我还挺热爱他们，因为什么呢？没事跟他们聊聊天，省得腻歪。姐，您跟朱姐认识多长时间了？跟朱姐认识20年了。那您为什么热衷盘头？为什么喜欢盘头呀？爱美嘛。就这一个原因。美。只是阴影嘛。天津之嘛。就不盘头不能出门。天津有好多姐姐是这样，是不是？跟我这些姐姐都是，还有30多年。你看她就是，打她老娘就跟着我。好几天。
我觉得彭伟攀的人就是特别漂亮，特别有特色，尤其总结攀登那七面穗儿，那是独一无二的。什么？刘海儿，哎，一个地儿一个叫法，哎，咱天天就叫齐眉穗儿，齐眉穗儿。那我这个是不是有点齐眉穗儿？对，你这前门帘子。哦，前门帘子，前门帘子。朱姐，今天我带了我小伙伴来找您盘个头，需求是这样的，过年了嘛，所以呢希望给他盘一个又能过年喜庆的，然后又时尚大气的发型，您给他设计设计。哦，好，嗯，好。朱姐，您做盘头一共做多少年了？现在30多年了。您平常这过年的时候是不是一般都是最忙的时候？嗯，也平常的也忙，一般时候也忙啊。对，我们这俩大姨们每周都过来。一个头大概多长时间啊？又要盘一个头？要是快的20多分钟，嗯，慢的半小时，还有40多分钟。那一天您从几点干到几点？我8点到下午6点。那最早做的时候，这盘一个头多少钱？最早盘头的时候才3块钱，现在盘头50-60了。也不贵，是吧？对对对，嗯，生活，嗯，工资还在涨了吧，对吧，嗯？生活水平在提高嘛。嗯，一会儿我盘完了，你看看你满意不啊？嗯，好。嗯，朱姐，您自己的这个头也是自己盘的吗？自个盘的。我好奇，它是能纹丝儿不动是吗？纹丝儿不动。那它不影响睡觉吗？不影响。不影响睡觉。睡觉。睡完之后起来还是这样。还是这样，它有发胶固定。那您这盘完之后就不能洗了？不洗了。不洗了啊。然后下一回盘的时候再洗它。对对对对。您自己脑子里是有很多花样吗？对，很多花样。嗯，这个头发这个脸型我一看大概其就知道能盘嘛头型。因为我们看着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麻花辫儿，但是它就立起来了，它怎么做到的？这姐姐说是商业机密，不能告诉你。得保密，你夺我饭碗子咋办？嗯，我这叫乱装，有香蕉头、冰棍头啊，还有凤尾，还有孔雀，还有大龙头。嗯，现在有出来好多新的头型，要不给你盘一个？就是我那天看您直播的时候，看您手上还贴了一个膏药，是就是有什么伤病在手上是吗？那个，您看这手，看那个腱鞘炎，嗯，那天打的封闭，哦，反正这么多年就是干活，也就是光用这手，也是劳损吧，常见病，无所谓，没事。姐，那您觉得为什么天津姐姐这么爱盘头呀？爱盘头，天津姐姐这是人的活的一个精气神儿。有一个开胸的姐姐在我这儿盘完头再走，盘上头立马精神就起来了，眼也立起来了，不盘头眼珠子都不想睁不开，人状态就感觉特别好，哎，不光是盘的是头，是活的这种精气神儿，嗯，对生活的这种态度。最近在直播的时候火了之后，全国各地的小姐姐都来您这儿盘，对，体验一下咱天津大姨咋这么热爱盘头，嗯，一盘完头还真的不一样，嗯，炸街炸街炸街。那炸街头会长什么样子？最高的能盘到75公分。看有些人那个网上图片，他们的脑袋上还点好多珍珠啊，那些点缀是吗？看看 看我们看看朱姐这盘头发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灵魂点缀啊，这是各种颜色的珍珠，不同形式的小发卡，还有小孔雀、小蜻蜓，啊，这个盘在头发上还能亮灯。这都快大功告成了是吧？是啊，嗯，再给美女来点灵魂，这样再来两个珠子大，啊，来点灵魂点缀，挺有那年味儿的哈。年味儿那肯定有年味儿，嗯，咱过的就这个喜庆不，嗯，啊，确实很灵魂。好吗美女？好。满意就好，你们满意我就高兴，嗯，太好了，对，好看好看。嗯，好可爱，好可爱啊，好看，啊，好喜欢。好了，我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接下来就由朱姐给大家颁布今天企业家要完成的任务，是让他们给小美女摊个春节的发型，你们能成功吗？哎，问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嗯，什么问题？弟弟，你最后盘了吗？
我没盘，多遗憾呢！你要是盘完了头，兄弟，你出道的第一张专辑的名字，哥哥都替你想好了，叫什么？我叫盘超。真要是让蓉儿和群姐给两位姑娘盘头的话，我估计他们俩能盘到咱们2026年的颁奖盛典。差不多，差不多。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前特意请朱姐，已经盘到了95%左右，剩下的交给他们两位，你们俩看谁用时最短，然后把这些装饰品装扮到我们两位模特的这个发型上，你们还要挑选一件你们认为适合模特的服装，最后我们要看盘头造型和中式服装搭配的模特哪一位最美。来吧。我突然理解了添加阿姨盘头的实用功能，因为这个盘的头啊越高面积越大，里面能装的那个首饰越多。我有一位朋友，他的某位姨当年盘完头以后打车回家，车进不去，出租车进不去，最后呢是什么办法呢？找了一辆货拉拉，大姐是躺在座上把头这样横着进去，最后回的家。我妈每年过年的时候就要排半天的队到盘头大姨那儿去盘一个头，盘一个头，对吧？在天津，阿姨要盘头那叫洋气人儿，赶时尚，尤其是过年，她一定要从头到脚给自个儿打扮得漂漂亮亮。所以黑姐，你现在过年盘头吗？黑姐过年不盘头，但是小的时候我给我妈盘头。所以黑姐也是高手。幸亏这个环节黑姐没上去，要不然她是专业队的。对呀、啊，我把想象让给其他人吧。这个能穿吗？因为这个我觉得跟你的头发的特别搭，看这个应该，这个应该特好看，就这个哈。这洗了那么多，行，来咱们也选套衣服。这个好看，你喜欢这黑的是吗？行，再来这个。它其实盘完之后，整个那后脑勺都是平的，不碍事儿，能躺。老是那个1米8×2米那床啊，他们不会就着长睡，他们就着短睡。为什么呢？横着睡的话，高盘头在外头。对。然后再有条件的话呢，在那头发那块放一把椅子，把那个头发可以搭在那椅子上。女孩子为了美真是拼了。好，我们看到啊，两位我们的这个提名嘉宾已经带着他们的这个模特回到了舞台上。大仪感马上就来了。杨蓉开始啊、嗯、先说一下你这个有什么艺术设计理念，为什么要选择这身衣服啊？因为我觉得它整个的风格，它是长得比较清秀的风格。姑娘笑一笑呗，我知道你觉得挺丑的。因为我觉得它长得比较清秀，我觉得这个绿色的和紫色相间的这个衣服很适合它的气质。对、哦、然后所以我在配饰上主要选了珍珠，还有这个闪闪跟这个衣服相映衬的蝴蝶，这样搭配，这样的话它整个的这个从它的头上的这个饰品到它衣服，就会有一个相呼应的感觉。真好。来群姐。嗯，我一见她就觉得她很古灵精怪的那种感觉。羽毛呢就表示孩子很挑逸，同时我觉得女生呢也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同时我给她做了一个小珠冠，这个珠冠呢就是我们女生来讲哈，就是别低头，王冠会掉。哎呦，对，好好，哇，这个寓意上价值，上价值。还有这个寓意。同时这身衣服呢其实是和它整个头饰是有一个反差的。我其实是非常喜欢反差这种东西，因为这能体现人性格中的就是多面和复杂。说太好了。接下来你们八位要来做选择了，选择李群的亮红灯、嗯、选择杨蓉的保留蓝灯。拜托各位，晚上吃啥喝啥找我。你们的选择将会决定年度颁奖盛典第一项大奖，年度最佳造型大奖的归属，请做选择。支持群姐，必须要支持群姐。哇，我们胜出了没有？我宣布最佳年度造型大奖的最终获得者是李群。承让，承让。恭喜获得非你莫属年度最佳造型奖的是翠深深李群。感谢蓉儿，谢谢。哇塞，
感言了。好，接下来我们请获奖的李群女士发表获奖感言。感谢全国的观众，感谢天津卫视把这样一个隆重的有价值的大奖颁给了脆生生的李群。从今之后，我要继续努力，绝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谢谢大家。那个，我想跟群姐说，没事，我还有很多机会的。对，后边还有年度最厚脸皮大奖等着你呢。谢谢二位，谢谢。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这项大奖，它的名字叫做年度最佳健微支柱大奖。这个我要争取一下，因为我有一双敏锐的眼睛。稍等一下，摄像老师，请给潮汐一个特写，我找一找他眼睛在哪儿。为什么你觉得你有希望？因为我觉得我是很容易发现选手身上的优点。不，你善于发现的是懂你选手，我懂你。我们聊点专业的。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专业，因为我的话经常能够去发现选手的问题，还能看到他们的优点。我老家有很多观众就说，那个库尔特什么时候回东北？我想揍他。我说怎么这么说实话呢？我觉得那个易峰其实可以来一票。一峰经常可以看到别人心里的梦想，或者雨欣。我觉得雨欣可以，因为雨欣，我觉得他经常话不多，但是他静静的思考，等别人说完了之后，他突然冒出了一句，大家觉得哎，这个点好像还挺好的，那叫总结拔高。对。那么到底谁是我们年度最佳健微支柱大奖的提名人选呢？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非你莫属颁奖盛典。年度健微支柱奖，哦，健微支柱提名人选赵小叶，哇，呼声好高啊！居然有我，泪王赵小叶，哦，感性派代表。都说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我最心疼你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不是你那些表露出来的笨拙，是那些你曾经被剪掉的那些你的敏感的神经，在最困难的时候都记住了我能干什么。不要看我不能干什么，想方设法把能干的干了，总能有活下去的机会。说得好好啊！真的好，说得真好。年度健微支柱奖提名人选李雨欣，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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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博士的高学历光环，女企业家中理性派代表，解决问题就好了啊，不用带入任何的这个情绪表达。能不能转型是你有没有良好的能力迁移的这个能力。其实人生很难清零，走过必有痕迹，路过就会有记忆，所以到底多少岁是开始，这个基础就来自于不断的尝试。哇，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两位是感性和理性的巅峰对决。慢点慢点，要扶你吗？哇塞，我太有感觉了。你站到我这边啊。这么高还穿高跟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信号。对。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小插曲哈。小叶姐今天是带伤打着封闭参加我们的年度颁奖盛典，所以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应该给她一点掌声。谢谢。棒棒的泪王小叶姐是吧，说啥哇就哭。有一次我那个小助理就说，大老师咱这个桌子没有湿巾了。我说别着急，下一个选题剧情很惨，小叶姐哭完了那个纸巾你接着就够能擦桌子了。我身旁的雨欣呢，那更不用说了，绝对理性派的代表，一针见血。而且你有几个博士学历？我是考了五次。考了五次一个学位。一个学位，对，那也很牛啊。对，但是我是考了五次，我考上了四次，但是各种原因，机缘巧合，我没有上成，但没有拿到就不算。好烦呐、啊！考上了四回，但只去了一个最佳脸皮厚大奖，杨蓉有了一个竞争者。二位，规则你们都知道了。刚才最佳造型奖，咱们是盘头技能挑战。嗯。那你们猜猜，接下来健微支柱大奖和天津民俗有关的这个技能挑战会是什么内容呢？我可以摊煎饼。摊煎饼。煎饼就是又有人生，然后又有经历，然后又有热情，又有天津的味道。时不时的还要接受命运，在上面撒一点葱花，对的，来上一点芝麻盐儿，是。然后生活觉得你还不够惨，
给你刷上一层辣酱，对，但又觉得你太苦，又在辣酱上面来一层甜面酱，但又觉得过甜的人生缺少一点滋味，又在上头给你来了一层酱豆腐，可是又觉得你的人生不够脆生生，怎么办？再给你来个果篦儿，对，又怕你的人生吃不饱，给你加一根果子，对，但是作为我们地道的天津人。煎饼果子是不加火腿肠的。来吧，你们到底要接受什么样的挑战？我们话不多说，一起来看大屏幕。这次我们要体验的这项天津民俗呢，真的非常有天津的特色，而且据说在全国其他地方都很少见，那就是吊桥。而且呢，我们还找到了一位来自天津的民间艺术家，听他来给我们讲讲吊桥的故事。吊桥啊。哦，现在呢，我身边坐的这个人就是来自天津丰台镇的剪刻纸传承人刘世存老师。大家好，大家过年好。刘老师，这些吊钱有什么寓意吗？就是抽花吗？对，有贴门框上，有贴床上，在过去来说都是祈福辟邪。现在来讲呢，都是比较喜庆，大家一进来之后上面挂着恭喜发财、欢度春节，抬头见喜。富贵满堂什么的，都是吉祥的寓意啊。那天津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就贴这吊钱的？天津来说，一般都是春节以前，29啥的，一般都贴上了。这都是您的作品？对对对，作品。各种动物、植物，对，有生肖，有窗花，对。七里海国家湿地公园，这是实景，这个主要特色突出我们七里海这个宁河三宝，刻吊桥，银鱼、紫蟹、芦苇草，你看不着？有鱼啊、哦，有蟹，有芦苇。获得了2016天津非物质文化遗产新作品征集入围奖，得了奖。那做这个吊钱有什么讲究吗？首先要染纸，染煤红纸，像我们这个纸都是煤红纸。过去我们这时候来说呢，都是以染纸为生，我们几百年历史了。您现在还自己染吗？现在我们用海自己染、这色彩鲜艳，这个我们自己堆出来，底下的堆不出来这个颜色。染纸染完之后绘图，绘图呢各种图案得有链接，像这个啥的，这个是画的是、对对对，菊花链接呢，上面呢有蜜蜂啊、蝴蝶，把链接，对对对对。绘图之后呢要制板，在肚里木上呢把这个图案搁着这内场头。用刀把这个刻出来，这一次我们是最少是50张，有时候呢我们这一次可以刻100张至150张。完了木板印刷，拿着那个白纸在木板上印刷印图案，印刷之后呢之后要制刀，什么作品用什么刀，自己做的刀，它钢比较硬。您这炼钢也是自己要去盯着吗？自己打的，自己做刀也是自己打的，自己做刀。哇，您这等于每一个步骤的细节都要自己来完成。对对对对，打完之后呢开始做蜡板。哦，蜡板做蜡板、所以它这一面都是蜡是吗？不是蜡，是挂月子边那个腊月的蜡，蜡板。哦，腊肉的腊。12月，为腊。这个蜡板呢，做完之后呢，干啥使呢？祈福辟邪，就是他的作品出来之后是辟邪用的。哦，那这个材质是什么呀？有这个松香、木炭、树叶。这个也是您自己做的是吗？对对对对，祖上留的这有200多年的蜡板，有300来年的。这蜡板弄好了，对啊，是不是就开始上手刻了？开始雕刻了。好，终于可以上手刻了。这个都是吊钱。哎呦，我可太想玩这个了。我感觉有一些线条之间的那个宽度都是毫米为计的。对，它这个有规格的。几毫米。就是咱丰台镇的这个剪刻纸。现在大概有多长时间的历史了？漂亮，起码得600多年了。600多年，那您做这一行已经多长时间了？18毕业之后都从事这工作，得够50多年了吧？现在这个基本上已经刻好了，把它抖了一下子。哇，这上写的是“万象更新”，这是今天我这得刻好久的作品。你这学习，你也可以刻这个，试一试啊。拿刀的手法呢，像拿毛笔一样，这样刻，直着戳，直着戳，直着往下戳，你看，再戳，戳下来，里头也有口井，戳，拉，扎，切，退，捻，推，这七个字儿，这活都这几个字儿都是活巧活。等老师，我脑子回忆一下啊，戳，拉拉，扎扎，切切，退
退撵撵推推，你希望这个七字口诀能够帮助我们朋友。潘超不光是手不行，脑子记性也不太好。我是还没有记住。那接下来就请我们的刘老师给我们棚内的企业家们布置他们今天的任务了。大家看了这么半天了，这个吊钱大家都学会了吧？你们自己来一个吧，来一个呗。哎哎，二位，哎喂喂喂，这怎么抢跑了呢？这没敢弄，太厚了，你们看不见这纸这么老多。哎，先给我们展示一下啊，根本扎不到底儿。这它是这其实每一张都还好。你看，这是一厚沓儿。我刚数了一下，我们这个纸啊，21层。哇哦，这个戳我光戳进去我就挺费事儿的。这个确实有点难啊，这个。接下来二位 PK 开始。这个很考验手腕的那个力量，力道，对，挺累手的，对对，哎呀，这个特别像我们那个陕西那个剪纸，我一直以为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可能有现代的工艺能够代替了，没想到还是纯手工的。必须要纯手工，因为它有的地方进刀你是进不去的，它包含着比如说它上面会有一些字一些图案，你看，而且呢这个吊钱只有咱们北方，尤其是在天津贴的特别多。我们有时候会聊到生活的仪式感，其实这就是生活仪式感。中国人对于生活的仪式感的一个最高峰，我觉得就是春节了。过年前带着家里老人孩子一块儿去买窗花和吊钱。还有一个大老师，很多人不知道吊钱怎么贴，你们知道吗？哎，这个愿闻其详。我们天津贴吊钱，吊钱一定是要贴在窗外。为什么要贴在窗外呢？也是谐音，吊钱吊钱。你看，吊钱贴在窗外，风一刮，赶快把这个金财财源滚滚进来。哎，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 PK 的这个战况啊。谁做的快呀？这是小叶刻下来的这个，你看边缘。哦，多圆润，哇，已经好整了。我感觉赵小叶咬牙切齿的，没有，使不上劲，使劲。小叶感觉用了全身的力气，我怎么感觉雨欣会赢啊？为啥呢？我看那个小叶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他那个戳那个动作用得很到位。我至少看到你的手法里，我看到了4种和5种的手法并用。雨欣这个真的差不多了，他也弄完了是吧？你说这个挖坑的技术不行，但是刨坑的这水平还可以。好，时间到，期待。那我这肯定是不行了，我这还小叶就到这儿吧。对对对，好吧，我这差很多。小叶那个还在生长的级，对，我这还差一点点没有做完。挺好的，也有寓意。他这个级啊，底下有基础，大吉大利，对，是吧？雨欣这个呢，底下呢还多了一点，代表着雨欣这边这个吉呀、啊，永远是吉祥吉利多一点。哦，好比，哎，所以接下来各位，我们要投票做选择了啊，选择赵小叶的，按下按钮亮红灯；选择李雨欣的，保留蓝灯。到底谁将获得年度健威支柱大奖呢？请选择。哇塞！最终年度健威支柱大奖的获得者是赵小叶。赵小叶。哎，大老师，其实我必须要说一下啊，按照作品的完成性来讲，我应该给到雨欣。对。但是为什么今天会给小叶姐呢？我觉得小叶姐今天真的不容易，而且的话真的就是打着封闭还要来参加节目，这种敬业度我觉得是我给你这个红灯的一个最好的展示。谢谢库老师。因为从我这个角度啊，我是看得特别清楚，就是我知道那个小叶他是腰上带了一个腰带会卡着他钢板在这儿。对，而且他我看得很清楚，他是一下一下一下，你知道他要有伤他要一下一下的动，真的特别心疼。哎，我离这么近我都想夸一下小叶啊，因为虽然看起来我这个完成度比较高，但是如果让我投票我也投给他，因为我能看到好多细节，就是大家看我这背面其实还挺潦草的，因为追求速度肯定质量有问题，这都是毛渣渣，但他那个其实非常的工整，再加上他腰不好，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我能看着。我宣布，非你莫属年度颁奖盛典之年度健威支柱大奖的最终获胜者是我，赵小叶。来，太
太感动了。首先我在念我的手卡之前呢，我要说几句话。今天我跟赵爷爷上台，我觉得有几个点是我这几年特别想表达的。第一呢，叫美貌与智慧并存，我觉得我俩可以的。对。第二呢，是今天这个健威支柱奖，我觉得我们两个是感性与理性并进。第三就是节目组特别有心，我们刚才 PK 的这个环节，我觉得那就是力量与温柔的直接输出，所以我们非你莫属年度健威支柱奖的获得者是赵小叶。哦，谢谢雨欣，谢谢雨欣，特别开心啊，今天能够获得这个奖。就我特别想说，因为刚才没有机会说，雨欣一直是我的偶像，就是我一直想活成他那个样子，所以今天我从他手里接过这个奖，我觉得也是算是这个心愿得偿。然后希望我们所有的 BOSS 和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以及我们职场的企业都能够有一双慧眼，让我们每一个职场人都能靠他们喜欢的长处去生活，而不是带着放大镜去看他们的短处。希望每一个人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也希望雨欣永远闪闪发光。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谢谢。来，二位有请。好的，来，慢一点啊。我的爱人拉着我，我得带娘娘回宫了。谢谢。咱俩怎么那么有爱呢？太有爱了。目前我们已经颁发了今天年度颁奖盛典的两项大奖了，年度最佳造型大奖和年度健威支柱大奖。那么第三项大奖到底是什么？谁是我们第三项大奖的提名人选呢？请看大屏幕。非你莫属颁奖盛典年度苦口婆心奖。苦口婆心奖提名人选黑姐。哇哦，美丽的天津企业家，细致周到的处事态度，始终站在求职者的角度去考虑，给予最实用的中肯建议。所以说我们要给他更多的包容，更多的关怀。孩子，我真的觉得需要落地。太感动了，希望你能够找到这个你才是父母的肩膀，好不好？哇，好苦口婆心啊！哎呦，年度苦口婆心奖提名人选库尔特，吐字不够清晰的刀子嘴，并不能削弱他恨铁不成钢的豆腐心。跟我去上海。是他给求职者的最高评价。舅舅级别的，今天要跟你讲一讲。我觉得你是因为个性而个性，想做的跟你自己能做的之间，其实这个空隙还是蛮大的。你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敢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英雄。哇，谢谢你们，太准了。来，有请二位啊。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大奖的提名人选哈，我们没有歧视谁，普通话说不标准。那你为什么经常说呢？你别说话了啊，少露怯，别说。黑姐这样的伶俐口齿，苦口婆心，人家听得懂啊。那有的那个他苦了半天，人家说老师你再说一遍，完白苦口婆心。能够成为提名人选，站在这儿证明了我们节目组始终秉持着不放弃一个人才的公平之道，好吧？你先说两句感谢节目组的话吧，给你一个机会。你现在苦口婆心的说一句。哎，我就是，我不知道啊，就是要哭，那就好棒了。就是，其实说实话，我们坐在这里面，大家可能看到的，是我们这个，十几个人，但其实比我们更加辛苦的人，是我们的幕后的人。其实就在我手机里面，我保留了一张照片，这个就是在录这个十一特别节目的时候抢拍的。大家看到的是我们制片人还有我们的导演夏完雨端着盒饭在外面。就其实这个，就很多人都问我说：“库尔特，你去非你莫属，对你的生意能产生什么？你为什么在上面待八年？”我真的想说，它不是一档节目，就是让人才它能发光。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为什么会嫉恶如仇的站在那边说你为什么不珍惜这个舞台，是因为非你莫属他就会给每个人去发光发亮，会给你机会。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真的我特别的感谢所有的台前和幕后的这些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谢谢。谢谢柯老师，好暖啊。我觉得苦口婆心的背后是一种执着，对，这份执着源自于对自己职业和使命的高度认同，更源自于对我们天津卫视非你莫属节目的尊重。我也代表我们的节目组向您长期以来对我们的支持表示感谢。谢谢啦，辛苦了柯老师。好了，接下来二位要进入到我们的比拼环节了哈。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Hello， 大家过年好。说到过年，我相信小朋友们一定是最开心的了。平常家长让少吃的糖果，在过年期间都可以一次性放开吃个够。那今天呢，我们要探访的这位，他就跟糖果有关系，而他的糖果呢，不仅好吃，而且好看，好玩儿。接下来我就要隆重地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非遗传承人郑晓维老师。哇！据传说，唐朝诗人陈长比较喜欢吃糖，把黄糖融化掉，倒入无菌中，形成一些个图案，一边观赏一边食用。后来慢慢的传入了全国，中国跟它的民俗、民味是息息相关的。桌上这些这么多的工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行，好的。这个呢是压饼，有一个小的，有一个大的。这两个主要的功能就是以把糖片压平为标准。郑老师，这个特像那个大夫看病那压舌片儿是吗？这一个就是抹片用的，一般我们做龙须草地就是需要抹一个小片儿。那大的抹片是哪个？比如这一个也不叫抹片，我们在完成一个整个的糖画图案时需要铲起的时候、对，它是我们铲糖画里的，我们叫铲刀。这也是铲刀吗？对，这也是铲刀。那这俩有什么不一样？材质不一样，以铜为主的材质它不会粘糖。郑老师，刚您聊了这么多，我对这个画糖画其实也挺好奇的，那我们就让郑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大项目。龙年嘛，给大家画一个龙，祝大家的龙年大吉大利。先做龙头，我们扫底需要蹭一下，就是让它冷却，就是让多余的糖液冷却在扫底。这上手就化了。对，这是鼻子，它的鼻子，然后画眼睛。那下一部分就是画它的龙角，起笔，然后它有一定的就是变化，对，然后根据那个龙角的状态来画。下一步都是用到抹片抹片用挺可爱的。就是这样抹一下，画完之后就是拿铲刀轻轻的就是把它踩一下，然后定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下一步做那个龙身，哇，然后添加一下龙，所谓的龙鳞，下面做它的龙鳍，龙鳍出来了，然后下面做它的龙爪，龙爪。这真的跟画画一样，这个超级难，这个霸气的龙爪，还有这个可真是太难了，弄不好就碎。我也画一下，比如画云，把云祥云出来了，现在整个龙的形态已经栩栩如生了。下一步就是蘸它的竹签，均匀的，就是抹一层糖在竹签上，搁在它的一个比较平衡的地方，有可能有的糖空了一点，对。我们就可以就是通过我们铜制的这个铲刀，来添加一点糖液，让它固定起来。它真的一点都不粘呢。这个时间就可以用到我们小压饼，来压一下，然后通过我们的铲刀，好的，就可以起来了。哇，这就是一个整体的龙的造型。这不舍得吃啊，真好看，这是我做的了啊。企业家们，我今天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接下来的任务就要交给棚内的老板们了。那这个任务是什么呢？做一个龙的糖画造型，你们可以完成吗？灵魂拷问。隆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站在我身旁的这位呢，是我们天津市津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糖画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郑孝伟郑老师。非常荣幸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年度颁奖盛典能够邀请到您。
郑老师，您今年多大年纪？今年39岁。39是不像，还是很年轻、啊。我以为跟陈逸峰一样26呢，是吧？您这个从事糖画技艺多少年了？10多年吧。10多年，11、12年。啊，您是第四代传承人。是。您上面是父亲、爷爷是吗？不是，那个自学的。那牙口寺那个跟一个古文化街的老师傅学的。不是说以此为生，还有工作吗？有其他的工作。如果工作不可以的话，您可以到我们这儿来，非你莫属，向您敞开大门。我们给您来个糖画专场，您把这糖一熬出来，让他们一人举一糖画面试，那嘴我跟你说，没有一个苦口婆心的，甜言蜜语，哎。这个给我们讲讲糖画，它这个技艺难在哪儿？它类似于就是，简笔画，以糖为笔，以糖为墨，就是一气呵成，跟写毛笔字儿有点像。最后那收笔那一下得干脆果断。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之内，要求你的动作不能变形，要有非常好的稳定性，对，对笔的控制、温度的控制。我小的时候看就是类似郑老师这种做糖画的，我就盼着他失误。为啥？因为他失误，他那就不要了。问叔叔能吃一个吗？叔叔啊，吃吧吃吧，我们就站旁边，天天盼着他错，从来不盼他对，知道吗？那我们两位企业家接下来要比一比谁糖画画得好。咱既然是龙年，咱就写个龙，一个字儿。我觉得写个龙都是很难的，对，因为他要一笔下来。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反正我已经把范围给你们松宽到这个程度了啊！黑子，你做过吗？敢于挑战，但是画出来是什么就不好说了。我觉得你如果没什么把握，你就弃权吧。我为什么要弃权？作为天津本土的企业家，为什么？那我跟你讲 ，PK 可就开始了。见证奇迹的时刻，伙伴们，靠自己！来吧。哎呦，哎呀，这是个啥呀？他这个龙啊，写的确实滴滴答答的，拉了哪儿都是滴答龙。太难掌握这个滴的这个速度。你看啊，现在啊，这玩意儿都不知道从哪儿起了。你看，他不是在写这龙字吗？这是个左字儿，左右的左。这个您查一下。黑姐，这生怕咱吃不饱，这写了一顿一错顿。其实黑姐，你别着急，你就想好了，一笔下去，别停。哎，像了，可以。黑姐得连起来，要不然起不来的。黑姐已经起不来了，黑姐。笔画要连起来。你这个点儿怎么连上？这是个啥？哎，柯老师，哎，你那滴答龙呢？不，那个龙飞了。那点儿，对，粘上，要不然不行。粘上它就行了。得粘几勺，哎，赶紧放锅里。哎，库尔特那个还挺像的。库尔特这除了龙飞动物之外都不像龙。库尔特这不是个龙字，它像是个大字。这样可以吗？可以可以。我们的足尖有点靠上，应该就是顶在这个点上，它是比较好看。然后就是再粘一下，牢固一下，这有一点。哦，没粘上啊！哦，太难了，我知道它冷却就可以了，一冷却就可以拿。库尔特还准备把那个龙给粘起来啊！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库尔特你小心断了哦。他准备已经快断了。成功成功。能站起来就是成功。你这个还是一个起来就行，还是一条飞龙啊！你这就算成功了。这是个啥呀？这是个啥？成功什么？没来的是这是一条龙。不是这样，这叫艺术。对，这就是 logo， 抽象的，抽象派。你那个不是抽象派，你那个是抽风派。黑姐那也完事儿了。黑姐这个有点像。黑姐那个像。我这是正龙，他那是草龙。你看啊。就这个是啥呢？我这属于瘦龙，你那属于胖龙。嗨，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台下各位企业家最终的投票结果了哈。选择库尔特的亮红灯，选择黑锦的亮蓝灯，请选择。哎呀，哎呀，哈，乡亲们啊，老少爷们们啊，好，我宣布。非你莫属年度颁奖盛典第三项大奖，苦口婆心大奖的最终胜出者是库尔特。掌声送给库尔特。
我宣布，恭喜获得非你莫属年度苦口婆心奖的是库尔德，库尔德，库尔德。掌声有请库尔德。库尔德，哎哎哎哎，奖杯还没给你呢，着什么急说？那算了吧，我拿走吧。哎，谢谢谢谢。来，请库老师发表获奖感言。好感动。很高兴得到这个奖。妈，你儿子又得奖了，你儿子特别好。这个奖的话，不是库尔特得的，是我们所有非你莫属。台前幕后的所有人得的，相信自己，总有一个职位属于你。嗯，如果不知道到底做什么，来非你莫属，大舅在这边等着你。颁了三项大奖了，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奖项就是年度激情澎湃奖。今天得两个奖吧，太好，我多有激情啊！脸皮最后大奖第三位啊！大家觉得我们舞台上这十位谁称得上热情澎湃？西哥，我觉得是陈一峰。陈一峰和西哥一起上来。在我为数不多的录制经历里，西哥就砸过两三次夹子。砸过两三次夹。你们在给选手挖坑，年轻人不要被那些花言巧语所蒙骗，要的薪水更高的，你们都给予宽容，给予爱，给予岗位。那个，这叫最佳无理奖。我觉得这个激情啊，还要有一个附加条件，它不是乱激情。如果这个激情后面带一个梦想，这个激情会变得格外有意义。会不会是花姐？因为我觉得激情其实背后是澎湃的生命力。就花姐在我心里是我们舞台上阳光下很蓬勃的感觉，所以如果是激情的话，我觉得花姐也沾边。那么年度激情澎湃大奖的提名嘉宾到底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非你莫属颁奖盛典，年度激情澎湃奖提名人选潮汐。一句我懂你，奠定了非你莫属懂王的地位。年过半百仍能保持时刻亢奋的情绪，实属不易。咱们聊点专业的，是我们共同的期许。理论是没问题的，但是要因地制宜，随时变化。我们只是在说实话，我们在告诉那些人，年轻人不要被那些花言巧语所蒙骗。今天装得特别好，而且可甜可咸，可庄重可活泼，现场的临场反应力非常的出色。我给你留的，好几斤呢。年度激情澎湃奖提名人选陈一峰，后来者居上的激情派代表，永远支持梦想，永远青春热烈。为了梦想，汗水又算得了什么？梦想歌步履不停，勇往直前，坚持梦想，不要管那些东西。他可以不了解这款产品，但他所有的逻辑必须要成立，他所有的技巧必须要发挥出来。他刚才说什么？他说了球是怎么就不是呢？自媒体就是演员啊，球的工作就是跟表演相关的，不是演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看到你有没有干过这个事情，有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有没有这样曾经的背景，你已经做到了。感觉他们俩是走上了擂台，这俩人跟打了鸡血似的。可以、啊、别拦着我，先让他俩打一架激情王争霸啊。哎，我也特别想请教你，今年多大年纪？今年52。西哥，你觉得你在接下来的较量当中有多大胜算？我比较有自信啊。关于激情这一块，我觉得没有人比得过我。这厮不能认，这明显是秉恶处受你们、刚才啊，这个西哥表达的就是年过半百仍然激情四射、你30多岁，你的这个激情来源是什么？我一直有一段话想说，我不是真的不知道一个有梦想的员工可能在企业里没有那么契合，我也知道怎样去做一个。稍等、苦口婆心奖已经颁完了。没有，我在说自己、对，就是我也知道，就是对于他未来的职业规划哪些可能更适合上激情。但是
我一直记得别人给我讲过的一句话，人生最后悔的事情不是因为你做了，而是因为你没有做。所以我就特别保护这一点点小小的梦想和愿望，如果能有机会我一定会告诉他，加油，坚持，为自己的青春燃一次，败了又能怎样呢？无所谓。一峰还是太年轻，我懂你。来吧，刚刚的这个挑战宣言都特别的热血澎湃，他们要进行什么项目的较量？我们先来通过大屏幕一起了解一下。这次我们来到了天津滨海职业学院，来这里体验一项非常有年味儿的民俗娱乐项目。那为什么来这儿呢？因为这里成立了一支大学生舞龙队，是天津非遗项目大姑龙灯的培训基地。新生代的大学生们会怎样传承非遗项目呢？一起去看看吧。哦，龙灯啊，今天很开心呢，有请到了两位第四代大姑龙灯的传承人，史训勇老师和吴鸿章老师。你好。大姑龙灯在什么时候舞的比较多？原来啊，一直是庙会是最多的，包括春节的时候，初一啊，是舞，玩的比较多。你看我们这个龙这个颜色，它是青色的，是水龙，水龙，就因为在靠海边嘛。渔民呢，祈求平安呐，庆贺丰收啊。我们特殊的什么呢？龙啊，能摆姿，龙脱皮，龙打滚。现在用的天下太平。下太平。这四个字头。我的上一辈，父亲、大爷、哥哥都是玩龙灯的，一定把这个大姑龙灯给传下。现在呀，我们形成了一个传承的那么个梯队建设。现在小学、中学、大学，包括成人都有我们的队伍。你像现在咱这个变学院的，也有原来我们唐华二中舞龙队的学生。老师，这同学他这是什么大抄？大抄。对，大抄。好，我先上手试试，它有多重啊？你先看看。嚯！这还真不轻，我觉得我都拿不稳它。咱右手在上，右手在上。现在这个龙头跟身体这个夹角是45度，45度。右手转过来，身体转过来，拿腰的力量带上去。呼，这左边是上。我觉得我不行，第一次试落。自己落一下，抡起，对。不行不行，这个抡起来真的特别特别沉。那还得练，还得练。好吧，就像你这样，还得练。我估计我今天啊是没有办法成功的把这个龙头舞起来了。不过接下来呢，吴老师啊会给大家布置一个任务，请铁家们挑战舞龙头。站在我身旁的这位老先生是我们天津大姑龙灯第四代传承人史训勇老师，欢迎史老师。这位是我们大姑龙灯的传承人之一吴鸿章老师，欢迎吴老师。石老师，先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咱们一条龙正常的长度是多少？有40多米的，那个13节，有11节的。这个龙啊，200多年历史了。200多年的历史。哇！天津市海下飞龙一条，大姑童子龙灯，过去都是练武术的，我们师爷那身那帮徒弟，像我这个长辈，都是玩这个的，哦，是吧？我们可以说也是祖辈传播。我师傅今年86了，好厉害！这个重量是多少？这个重量不到20斤吧？你们俩应该能举得起来吧？应该会比潘超要好一点吧？潘超，你当时就做了一个那个大抄的动作，我也就抡不起来。他做不起来，他做不起来，他做不起来，他做不起来。这个得练，必须得腰。架子上身有劲，腿还得，腿是根，跟练武术一样，根底劲不行，你一操容易把你摔倒了。这个舞龙它的套路是什么？它什么呢？翻、操、抄。抄我们刚才看见这叫抄。对。翻是怎么讲？翻滚。翻身托底。龙接撂下，打。从前往后。龙头，龙球沿着龙头走，这个龙这样操，操来。你在海底嘛，咱在海下飞龙啊，这么一抖上，
这胡子嘛的都动起来了，看着好啊。哦，这是个令子。啊，指挥必须得举令子啊。那个鼓啊，就看我令子，轻重、快慢、动缓急。啊，这叫号角，知道吗？都得看我的。这是最简单的基本功，这也容易。这叫刀把，这是我们套路里面最简单的了，就是耍棍儿嘛。我再来个唱歌，这唱。大家注意到没有，石老师和吴老师年纪肯定比他们俩大。对，人两位老大哥70多了，人家这一套下来面不改色气不喘。对，我的天啊，因为嘛的，这条龙跑起来这一圈就得100多米。100多米，你们原地来一倒把吧。好，来啊。哇，是吧？哇，大概齐这意思是吧？可以啊。您到现在没用您的腰。哦，我在用手上，对，用有全是手的力量。这个大操啊，首先就是先转体，对，转到不能转了，完之后看着啊，往下来的时候不能使劲儿，啊，提着一下使劲儿，对，再上步，对，就是主要是腰胯力量，主要是腰胯，对，接下来。我们要展开两位提名嘉宾的真正较量了，大孤龙灯的龙头大超。完了，停，西哥，您注意啊，龙头是向前的。您现在呢是龙是这样，你这个姿势就不对了、啊、龙头大超，龙嘴向前。我觉得龙屁股朝前比较性感。你现在没挂着龙皮啊，你要挂着龙皮你哦，挂龙皮行，对现在容易转过来。好嘞，来，我们给一点掌声。接下来我们看看陈一峰的啊，一峰加油！好，好，漂亮！好，帅！帅！帅！好，蓝选其实都是舞的挺好的。对，陈一峰，我觉得曹曦做的选择呀。陈一峰，好难选哈、啊。这样吧，这样啊，来选择曹曦的亮红灯，选择一峰的亮蓝灯，做选择。好吧，我支持一下曦哥吧，支持一下曦哥，老妖不容易。好，我宣布，年度激情澎湃大奖的最终获得者是。陈一峰，耶，众望所归。我心不甘情不愿的恭喜获得非你莫属年度没有我激情澎湃奖获得者是陈一峰。哦，掌声有请陈一峰。好青春。嘿，着急什么？哎呦，来非你莫属！哎，别急，先拿奖。你的激情过头了。我先说一句话嘛，我是几年了，第一次从这边走过来，这个感觉真的很特别。好，我祝你早日走上这个舞台。
来来来，恭喜你。虽然说你没有我激情，有激情，但是你比我有劲儿。谢谢谢谢，感谢感谢西哥啊。然后其实我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就这个舞台不仅给了我一个面试的一个机会，更多的是给了我一个学习和审视自己的机会。有时候在座的各位boss 们跟我一起，然后提出一些问题，然后进行一些意见上的碰撞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对我来说，哇，就像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殿堂。因为我觉得人不管在什么年龄，无论年轻年老，如果你的生命中有激情有梦想，你一定会比现在过得要更加的精彩。嗯，好，谢谢大家。掌声献给一峰。谢谢谢谢。希望你将来有一天坐在这里，像西哥这个年纪，面对更多的年轻的企业家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时候，能够把你的这份纯真、这份激情毫无保留地传递给他们。我们永远是少年，把掌声送给他们。加油，少年！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我们非你莫属年度颁奖盛典颁发的最后一项，也是我个人最感动的一项大奖。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非你莫属颁奖盛典年度长情陪伴奖，长情陪伴奖提名人选曾花。团新成员曾花负责云南市场的拓展，斯凯乐户外呢是一个非常遥远。哇，2011年啊，2011年加入非你莫属大家庭，13年的长情始终带给大家活力满满的笑容，青春无限。冠军得主就是曾花，省网年度长情陪伴奖提名人选贾军。2012年加入非你莫属大家庭，12年的陪伴，让求职者感受到慈母般的关怀，如沐春风。哎呀，好感动！你会站在另外一个视角和格局上来看待你的课程和你的学生，再看这段经历的时候，他有不同的感悟，允许他静等花开。好感动呀，哎，感动得不得了，好温暖啊。爱是一份长久的诺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十多年的一路走来，有分别有相识，但我相信非你莫属和我们所有的企业家朋友唯一不变的是我们之间的互相扶持。所以此刻有请两位我们的好朋友，也是非你莫属的老朋友，两位永远年轻美丽的姐姐走上我们的舞台。哇哇哇哇！加油！加油！加油！哇！花姐来我这边，很少看你流泪。其实真的很感动。我在这个舞台上已经十几年了，当我看到这个长情陪伴奖的时候，然后我想起我2011年来非你莫属的时候，那位特别特别的稚嫩，我觉得他陪伴我的不是说一段岁月，而是我的人生。我从37岁到现在马上50岁，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阶段的最美好的岁月，我是在这里成长的。哎呀，我就觉得太感动了，真的很感谢，也很感动，谢谢大家。花姐太棒了。而且我觉得我应该坚持下来，就是做最长情的告白，最长情的陪伴，就让它一直存在下去，然后我也一直在这里下去。大卫老师加油。
就像花姐说，我没有想过离开这个舞台，可能在这个舞台上此刻今天我是最大的。我25年里边的职业生涯创业过程中，在这个舞台上待了12年半，差不多一半和一半。很多人问我非你莫属是真的吗，我都会给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非你莫属是真诚的，是真实的。在这里每一位 boss 可能做一期节目可能要10个小时14个小时，但他们做的就是在用他们的视角去看这个时代的市场、企业和人才。所以我觉得有机会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我是幸福的，特别谢谢这个舞台。姐说太好了，你们这最后这个奖项也太催泪了吧，说的我们都泪崩了，真的是。咱不哭了哈，好，大过年的咱不哭了。哎，你说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呢？非你莫属也得请大伙吃饺子呀。接下来二位要比拼的就是包饺子。哦，我要隆重地向大家介绍一下，站在我身旁的这位是世界面食大工匠、中国面点大师、国家级评委、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商红芳老师。哇，太牛了，厉害厉害。大家好，我叫商红芳，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咱们非你莫属的舞台，给大家拜年了。过年好喽。这台上展示的这些面食都是您亲手制作的吧？对，咱们天津也有个令儿，就是说这个28把面发，把面发，哎，家家户户呢都要蒸一些面食，所以说呢，你看这个鱼，年年有余，对，年年有余，伴着元宝。哦，对，那个鱼好胖胖的，好可爱啊，那个鱼。这个呢是寓意着咱们龙年呢风风火火。哦，对，还有这个小枣、小猪、小柿子、小蜜蜂、小葫芦、钱袋儿、钱袋儿。对，你看这一系列了嘛？对，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这个过年时候哈，家家咱们老天津人，对，尤其是枣塔这个，对，最具有咱们天津这个民俗特点的哈，没错。张老师，哎，光看啊他们也不解渴，您干脆给他们露一手吧，咱就选几样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他的做法，好吧？对对对，你们看到商老师做面食这个手法，你们就知道什么叫世界面食大工匠、中国面点大师，绝了。因为干这行呢，您干了多少年了？连干带不干的40多年了。40多年。看到揉面想起我妈妈揉面的感觉了。我妈妈小时候就是说女孩子要会做饭，就是我会包包子、包饺子、做馒头，我都会做。真棒，咱先做一小刺猬啊。哎，把这面剂子先把它团成一个这个小馒头状，然后把这个小刺猬的嘴给它尖尖的，哎，对了，给它捏出来，挨着它这个嘴这儿开始嚼嚼这个刺猬。啊，先剪出来了，好好玩是吧？对，我刚才还在想那个小尖尖是怎么弄出来的呢？这个黑芝麻当眼睛，黑芝麻，哎，好可爱！给大家展示一下。哇！然后呢，我再做一个，好可爱，小白兔啊！好哇！这个小白兔啊，做的时候，就是也是先弄出这个它这个锥形 ，OK。然后呢，往后一压，哎，这是干嘛呀？这个就是耳朵。哦，剪个耳朵。啊，看吧，往上一撩，哦，这样子的，可以，耳朵上压一下，这边压一下，这块，哎呀，好可爱，然后再来眼睛，再来两个眼睛，是不是？红小豆，红小豆，小白兔的眼睛就要红小豆了，啊，好像，哇，好可爱，还有做兔子小豁嘴呢，对，然后呢，后边嚼两只，嚼两，哎呀，太可爱了。哎，就感觉兔子一下活了，那个啊，然后小尾巴，小尾巴来一下，亲眼看到画兔点睛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太棒了！我也学会了，回去亲姐就做，我要回去给我儿子做一个。刚才这次是咱就是热身，给他们露一手。咱天津有一道这个美食，也是咱们天津独有的，对，饺子馅儿叫金味儿素，正宗的金味素馅儿都有哪些原料？金味素以绿豆菜为主，
其次香菇、香干、香菜、粉皮儿，调味料以酱豆腐和麻酱为主，既让它们巧妙匀合在一起，同时又能吃出它们的各的味道。馅儿心的主体就是咸香。谢谢商老师。那接下来要不这样吧，您把您特意给我们今天准备的和好的这个金味素的这个馅儿拿上来。还没和了，现场和。哦，现场和，那太好了。两位我们的提名嘉宾，你们的题来了。嗯，在商老师的指导下，看看一分钟之内谁包出的金味素的饺子又多又好。我觉得花姐只要不漏都能算赢。我这里的调制这个馅儿心呢，也有一个小秘籍：绿豆菜不要焯烫，你得吃出绿豆菜这个咔哧咔哧的这个那个脆劲儿，哎，脆劲脆生劲儿。还有一个就是香干煸一下，豆腥味煸出去了，在里边能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然后香菇，看我们这个果子，这就是我们天津的果子。过去呢，这个精味素使天津的面筋，经过多年的实践呢，这个发现呢，果子放果子要比面筋好吃，它搁在这里是起吸汤的作用。嗯，哦，明白吗？面吗？看着好饿呀、啊。咱们香菜咱就可以根据这个情况了啊。香菜是灵魂，喷香，特别香，喷香。然后呢，咱们把粉皮儿，粉皮儿为什么搁粉皮儿不搁这个粉条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粉皮儿的口感非常的肉头。哦，知道吧？好多东西啊，那边还一堆小小碟子呢，一直在疯狂咽口水啊。这就是酱豆腐，搁这个麻酱、蚝油，搁一点葱末啊，香油往上一倒。难怪好吃呢，这么多好吃的佐料，我得尝一下。来点盐，搁点蛋。真的看饿了，真是看饿了。我看饿了。你尝咸蛋，蛋咱再搁点。就这生馅直接就可以吃了是吗，老师？对，熟的都是。这里边没有肉吗？没有肉，我觉得比肉好吃，特别好吃啊！这个来一碗，生馅是不是也好吃？特别好吃，可香了，这馅非常好包。哎呀，特别香！马上就开始比拼了吗？哎呀，快比拼吧，我好期待呀、啊！他其实想吃了它。接下来啊，你们二位就自由发挥吧，一分钟之内，看看花姐和君姐谁包的金味素饺子最多。对，现在计时开始。哇，加油！啊，感觉君姐厉害。哎，瞧一瞧，看一看啊，这个觉得君姐能赢的举手。我觉得君姐能赢。一二三四五，觉得花姐能赢的举手。一二三四五，哎，五比五平。哎呀，看看他们俩到底谁最争气啊！这个比拼啊，反映出我们女企业家的不容易，就是既能在商场上拼搏，也能回到家里照顾家庭。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哇！鲜花的饺子，我来看一下，我来看一下啊，两位姐姐，从数量上来讲，花姐胜出。花姐，但是啊，各位，花姐这个饺子啊，我觉得就是很仓促，你知道吗？出现的也很突然，还有一点菜叶啊，在这个结合处。大卫老师，还是很多没有的嘞。我觉得这个环节让他们俩非得分出个高低啊，有点儿残忍，拒绝评选，太残忍了，是吧？并列第一，并列第一。什么？我听听大家的呼声。并列第一，耶！也可以，耶！祝贺君姐！祝贺祝贺！我也有。祝贺花姐！当我跟花姐手拉手走上这个舞台的时候，我们默默也许下了一个小小的心愿，期待着能够再一个十二年，能够陪同菲林木薯有机会走在这个舞台上。谢谢，祝福菲林木薯 only。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所以为了这份陪伴，
希望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和节目组和我所有的我们的 BOSS 团成员，我们相互陪伴一直到老，好不好？好，祝贺二位，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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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们！加油！加油。那么今天到这里，我们颁奖盛典大家的挑战任务都完成了，我们的五项大奖也都最终名花有主。但是接下来我想要颁发一个特别的奖项，我们来看大屏幕。非你莫属颁奖盛典年度最佳新人奖，最佳新人奖。潘超虽然加入非你莫属的大家庭刚刚一年的时间，但是你凭借优美的歌喉、活跃的表现，赢得了大家的喜爱。专家级有位新朋友的加入，潘超，你是几几的？我也是00后，咱俩不是一辈人吗？我老忘，我老觉得你是10的。其实我现在在做一个歌手，但之前在学校，在清华学的是环境，之前在学校的学习经历，它很难被清零，总会有所帮助。后半辈子的幸福就掌握在你手里了。帅加英气十足，天津大姨盘头，走去看看。哎呀，慢一点啊，成功的路上不要跌倒啊。年度最佳新人奖授予潘超，谢谢。我完全没想到还有我的奖。我第一次坐在那儿的时候，其实我特别忐忑。这一年的时间，我在这个舞台上感受到过无数次的鼓励、包容，还有尊重。我是非你莫属的新人，我希望能够陪伴非你莫属，成为非你莫属的老朋友。谢谢大家。接下来我要邀请刚刚没获奖的四位来到舞台上。怎么感觉他们俩在我们俩前面吗？好像俩小孩。他们俩带出来爸妈领俩人闺女。对也感谢四位企业家一直以来对于我们的帮助和支持，所以接下来我们同样要把刚刚你们获提名的四项大奖颁发给圆满。这个时候我觉得最能够让我们抒发感情，把我们今天的颁奖盛典推向高潮的，应该就是一个团圆的仪式。咱们一起上台包饺子。啊，放酒放酒。非你莫属颁奖盛典，大老师吗？年度稳如泰山奖。录制站立时间超13小时，全年录制100期节目，他练就稳如泰山的战功，每天管理10余位难搞的大朋友，睿智发言，处变不惊。你的情绪我理解，你们应该允许个性存在。您来告诉我，50多岁的中国女性该干什么呢？觉得我掉了一个坑里面去。哥哥姐姐们，你们说的梦想和养家，2023年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获奖感言，我猜到他们会搞事，但我没想到他们会搞我。我真的感觉到很幸福，我因为非你莫属被大家喜爱。我现在走在大街上，我最开心和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人家说你是非你莫属的大卫吗？我说是。那一刻，我感觉到特别的。啊，很多人问我你的收获是什么，我想我的收获就是我身后永远有一群支持我爱我的企业家，
还有我们团队的每一个工作人员，谢谢。加油！我也一定会把这个奖杯摆在我的办公桌上，激励我自己。我希望今后无论多少个十年，我们都在，我们永远在，我们永远是一家人。谢谢大家，加油，我的好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真的迎来我们今天颁奖盛典的最重头戏的环节了，咱们一起包饺子，好，来，我们一起包饺子。此时此刻，不管您是在工作岗位上，还是在和家人团圆，在这里天津卫视都要给大家拜年，祝大家龙马精神，龙年大吉。期待着新的一年里，我们继续和我们的朋友们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非你莫属，永远是你职场的好朋友。我们龙年相会，拜拜。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